是林母，谢谢送礼物。大家好，下午好，下午好。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ケンちゃん、谢谢送礼物。オープ、谢谢送礼物。ヤッホー、ヤッホー、下午好，连续开。对啊，我昨天有开，然后今天也要开，今天也很热呢。哎，我跟大家讲，昨天有人昨天也有看我的直播吗？我昨天在直播中吃了泡面，还有纳豆，还有冰棒，然后我说我会去那运动。结果我真的昨天去了运动，昨天胖了2公斤，是你吗？我没有，我去了运动，很棒，对不对？真的去了，这样不错，对，很棒，对不对？我去了，我真的去了运动，所以呢？今天也可以吃东西耶、yeah, 但是我现在没有吃东西，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所以等一下吃。そう、運動したのね。本当に運動しました。褒めてください。昨天忘记看姐姐啦。啊，弟弟不行，你要看我直播。玛利亚，你好，欢迎。可以先吃冰棒。对，今天也超热的，所以好想吃冰棒。阿华，谢谢送我阿华鼻，谢谢送我拍手。佳吉，阿华，谢谢送我拍手。俊，谢谢送我礼物。佳吉，谢谢送我玫瑰。弟弟，玛利亚的弟弟，谢谢送我拍手。今天穿的好红，对，今天穿的好。大船，谢谢送我礼物。今天我穿的衣服的后面很可爱，你看。很可爱吧？很可爱吧？好热哦，因为我的头发很长。艾斯你好，好热哦。小龟当，小龟当家，小龟当家是什么？这个电影的名字吗？啊 ，Home Alone 啊，艾斯，谢谢送公主，我模仿是呀，耶，yeah. 点寒，谢谢送我真情告白，电影的名字，哦，是哦。艾斯，谢谢送我嘶牙。我要跟大家一件事，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刚刚洗衣服了，所以我现在好想晒衣服，可以吗？我每次都这样，真的对不起。可是呢，洗碗的衣服一直放着，有点会臭。对，黄油还有谁？古谁？古什么？古什么？刚，谢谢送礼物，可以吗？可以吗？等我一下哦。那我帮大家放 T D， 我帮大家放 T D B 的音乐，大家帮我等我一下下哦。我给大家听诗雅的声音，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ね。等等我，哎，中注定的相遇，触动了心感应。
やばい。听说吴分钟一直不在，哎，人不在，会自然卡这样子，所以现在出现我继续唱音频。等等我，乔叶，谢谢送我礼物。大家 OK 終わり終わった OK 蛮快吧蛮快吧好快对不对幸好今天吸的很少张嘉阳谢谢送我礼物衣服有菜好吗？不怕被吹走？不会不会。超夜，谢谢送我礼物。忙完了吧？对，忙完了。口红很好看哦，真的吗？我刚刚随便擦的。今天是同事的衣服，所以今天用同事的口红。红衣大女孩，什么？佳琪，谢谢送我啾咪。可是呢，我今天又是没什么化妆。可是今天不是睡衣，跟睡衣差不多。可是今天不是睡衣，对，因为我等一下要出门。什么？等一下，来一张，来一张。等一下，你的名字我刚刚不会念。其实那个小风车，你可以在它睡觉。古追嘎，古。追嘎，谢谢送我礼物。古追嘎，
古生噶好难记哦，古生噶是有什么什么意思吗？不是真的变的名字？不用念没关系，为什么要念？可是很难。哎，这是台语吗？台语的很可爱啊，是哦。古锥嘎，啊，这样我念对了吗？古锥，小火焰，谢谢送我礼物。玛利亚强，等一下去工作吗？今天不是，今天是休息，开心。今天休息，然后明天，我们表演是明天吗？哎呦哎，胖胖，谢谢送我礼物。我们表演是明天。今天要去吃大餐吗？想吃，可是今天，对，等一下有事。后天啊，后天，对，后天休息。可爱的人がいる。可以，没得了。是啊，是谢谢送我游泳圈。明天超可爱的，他在睡觉，好可爱哦。后天要去快场跟 Ripple Lab， 你但是超猛的，我跟我们跟平常他们分开，你们知道吗？我可以讲吗？快快快，我可以讲吗？明天知道，有个的。平常小李诗雅是上，然后我跟友情还有阿奇是晚上，对，好像这样子嘛。上个人没有表演过，所以我们上次练，然后好奇不是奇怪，就是不习惯的嘛，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有空，要买票吗？是。哎，谢谢送我礼物，所以好像不会看到玛利亚。对，来看我的那是什么？我的让 live 的粉丝大家大部分没有看到我吧，因为平常吃呀小弟跟我们不一样。这个大堂要来，还有林公子也要来，我好吗？喜欢我们阿朵誰だろう？ケナカさんは日本人だよね。誰だろう？喜欢我跟友情的人是谁？我看没。我只能去十五号，我们十五号有什么吗？十五号，十五号，四号是，今天十六号呢，四号是什么？九月十五号，九月十五号是。不是我的那天吗？没关系，没关系。
10月14号我会去大船。14号到底14号我是啊，14号是我的哪一场？很棒。14号我可以啊，可爱谢谢送我礼物，我可以吃牛奶糖的三只。哎，牛奶糖没了耶，牛奶糖的妈妈来，妈妈在。可是很期待可以看牛奶糖的三只，我从来没有看过牛奶糖的鹰眼东西。为了看阿布さんどうやおちゅ、ファンユー很棒。阿布妈妈，我不是妈妈，也是妈妈，我是，对，现在是妈妈。等一下，超可爱的，今天怎么这么可爱？不是，每天很可爱，可是特别可爱。他这样睡着，好可爱哟！怎么会这样？好可爱！只有今天不是，每一天很可爱，可是今天特别特别特别可爱。四牙说什么？特别特别，就是。台湾的大家会说很可爱，好可爱什么。他去上海的时候觉得大家会很会说特别可爱，特别好吃，特别好吃，特别什么什么，大家会有特别是吗？有人在有人上海的人吗？好吃，这样会说吗？阿布今天特别可爱，今天特别没有特别可爱，今天还好，因为没有认真化妆。台湾人都说超级，哎，对我也会说超级，因为日文有超可，超可爱，超美味しい。超什么？超哎，对吗？超可愛い，超美味しい，超まずい，超うざい，超嫌い。好久没有哎，超平衡的不是。超平衡，不是超平衡。那我今天要放什么音乐好呢？我最近，可爱咪酱，咪酱，等一下，那咪酒。我要做牛奶糖的写真集，所以呢，我要拍很可爱的牛奶糖。咪酱几岁？咪酱一岁多。等一下哦，日语。日本語の曲聞いてみよう。今日は日本の曲を聞いてみましょう。
今何が流行ってるのかな。これがディーミンだって。大家知道这首歌吗？レモン。あ、大家知道レモン。只是那个吧，红白的是红白，他有唱红白，对不对？哎，みんな知ってる、すごい。大家会看日剧吗？日剧，哎，日剧。喂，什么？这是什么？喂，为什么大家这是什么？一款，谢谢送我礼物。这是什么？大家一直写的那个这个名，那个一个字是什么？喂，喂，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柠檬的喂，柠檬里有一个声音喂，真的吗？我认真听一下。还有黄文，黄伟，黄文，等一下，黄文，这个怎么念？哎，是真的耶，真的有哎，喂。黄文庆，谢谢送我礼物。喂，真的有哎、欸？谁发现这个？喂，柠檬，谢谢送我礼物。日本人不知道，对啊，不知道。日本有流行这个吗？大家知道吗？等一下哦，真的吗？我不知道哎，因为我不太会，不常会日本，所以我不常看日本的新闻什么的，所以你们比较知道日本的事情，有时候。假日本人？不是，我是日本人。现在流行什么呢？现在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新闻的感觉。你是台湾人？哎，我是台湾人，真的吗？是哦，对。那我要写字，然后我是陈丽亚。可是我很想最近每次都，就是我要订位置的时候，打电话给餐厅，然后喂，我要订位，然后。我说几号几月几号几点几位什么的，然后你的贵姓，你问你贵姓什么的，然后我说阿布，然后他们说然后我说阿布夸的阿布，然后大家说没关系。你是日本人对不对？啊，对，是啊，好，没关系。那你的电话号码呢？
大家听不懂阿布，所以我每次都定位置的时候，每次都定位的时候约什么的时候很不方便，所以每次都想，我想要一个字的那个姓，你说姓陈就好。真的吗？我一直不敢说哎、欸。陈思雅一直跟我说，你可以说马，因为你是玛丽亚，所以你可以说马。可是我不习惯几重量，而且就是是，U A 晚安的晚已经晚安的时间吗 ？U A 要睡觉 ，U A 谢谢送我礼物。ゆえだみずちゃんマニアな。コンコン、先生、送我礼物。ゆえだみず。真。え、是吗？兄妹的。兄妹时间过得跟别人不一样。好きです。だから好き。真。真真以为真是吗中真我念的吗真可是这样很难念，对我来说很难。郑，我是郑小姐，我不会，应该不行。陈，我哪一个比较听起来比较标准吗？陈，还有阿贝三好赞，谢谢。陈。还有什么环，还有什么林，还有李，江，秋，我应该要说什么姓？朱子斌，谢谢送我礼物。黄阿布，黄阿布姓呢？六，为什么六没有六这个名字姓的人？超哥，谢谢送我礼物。周，过，姓连好了，什么连？六，没有六这个姓的人，是不是对不对？牛奶糖的妈妈，牛小姐，牛小姐有吗？陈，感觉你比较常念，对，秋饼说秋比较特别，还有刘雨晴他们说，我说的刘，不是，我不太会念，我念不对，所以刘小晴。溜杆球不行，零是零是吗？还是零姐啊？零三声，零李第一个零。林雨欣，林阿明，阿明棒棒，谢谢送我礼物，林雨欣，林陈，我的陈可以吗？因为。我如果念别人的信的时候，我会紧张。
因为不是真的不不是我的名字，所以有一点点就不敢讲。陈，感觉姓陈的人都很可爱。我听说，我来台湾的时前，我来台湾前听说姓陈的人很多，可是我们陈远只有陈思雅而已，对不对？很难，很特别的团体，姓陈的人很少。那我之后定位的时候，我说你不好意思，我是陈，你的什么贵姓？我是陈，这样说吗？陈，你们团员叫嘉悦的很多，是吗？谁？阿潘，还有谁？有吗？嘉玉，谁？阿贝上五吗？他们五吗？不是说阿贝吗？因为大家都听不懂阿贝的，所以我要说台湾的名字。台湾姓陈的人有快300万个，真的？那我说陈就好。Pudding， 哎 ，Pudding 也是中，嘉玉哦。哎，两个人。阿胖跟布丁，还有谁？布丁等一下出现在厕所，不要这样子。支持阿布的阿婆，谢谢送我礼物。只有两个人吗？阿布想不记得布丁的名字，布丁哭了。没有，因为我记得布丁，所以就是对。布丁，不要这样子，布丁很开心，布丁觉得很开心，因为他很喜欢布丁。我蛮喜欢布丁的。你还有谁？只有阿胖跟布丁而已吗？那你还记得志宇吗？我知道志宇啊，因为常常上节目的时候，我们那个一个贴名牌什么名牌，然后常常看到志宇，然后我常常跟他说，志宇是谁？你不是 Mina 吗？什么的，所以我知道志宇。只有两个而已，是哦。日本有很多 Minami， 还有 Minami， 还有什么？古币的小明，谢谢送我礼物。日本的 AKB 有很多一样的名字的人啊，Haruka，超多，ハルルさんでしょ？島田さん。石田さん、片山さん、ゆい言えよ、横山ゆいです。ハオハオ、先生送我礼物。フォン、先生送我礼物。ジュリ一人じゃない？あかり、ヘンドウユイ、ヘンドウマリア。マリア、ハイハーバー、ずよなんか HKT の小孩子而已。是不是？不是。Team A といえよマリア、是不是？对。很多阿布很少吧？哪个？他是玛利亚，我是玛利亚，他是玛利亚，我是玛利亚，不一样。在台湾的话好像一样，可是我不一样。阿华，谢谢送我礼物。那大家不知道我的名字跟玛利亚给的名字不一样吗？对台湾人来说都一样，是不是？怎么办？那我要该
汉字应该要改汉字吧。你くせせさまに言う知道啊，知道是啊，可是在台湾我念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要念呀，就是啊，阿瑟玛利亚。该叫玛利亚，很像武藤トムちゃん，阿布玛利亚一样的字开始。阿布玛利亚，阿布玛利亚。可是我其实已经习惯我是玛利亚，所以有时候突然有人跟我说。像昨天的话，工作的时候，他们跟我说我要说日文，用日文自我介绍，然后我要说，你こんにちは，私は阿部マリアです。可是我说不出来，因为听到自我介绍就习惯说大家好，我是阿部玛利亚，而且。大家用中文跟我说，你要用日文自我介绍，所以我已经哎，混乱，所以我昨天自我介绍两次，哎，三次嘛，我一直念对。ラオチョ先生ソモニウこんにちはアベマリアです。那种有一点点就是不自然的日文。欸，我是不是真的台湾人了？我不是日本人。假日本人真的耶，怎么办？カモイ先生ソモニウ，我真的昨天说不出来日文，因为大家如果有人跟我说日本語でこうやって言ってください，大家用日文跟我说我要说日文的话，我应该说可以说出来。可是有人跟我说用中文，有人用中文跟我说我要讲日文，就很难。就是对。好难哦，日文就是的台湾人。对，有可能是我之前会因为你的名字以为你是分手。对，我常常被会说这样。对，而且我的妈妈的爸爸是，妈妈的爸爸是爷爷吗？还是外公？外公，妈妈的爸，外公，我的外公是美国人，对。可是我就是妈妈，外婆生妈妈之后。再分，再跟美国人再分，所以呢，我跟外婆没有，我没有现在的外公的血，所以我其实真的100%日本人，对。可是我长得这样子，还有我的名字是玛利亚，所以大家以为我是混血。对，很难，对不对？很复杂，对，复杂。所以有时候大家问我，有人问我，你的家人有外国人，对不对？然后我说对，有。然后他觉得我是混血，可是不是，真的有，可是不是。所以我真的很，就是很难，
很复杂，对，有点复杂，对。现在会被认为是台湾人了吗？没有，好像没有哎。就是因为台湾人对台湾人来说，一看就知道我是外国人，是吗？我的团员会这样说，我一看就知道我不是台湾人。隔壁的小明学习送我火眼，有吗？可以看出来，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的团员们会这样说，而且。看起来打扮跟讲腔都不像台湾人，是哦。那个什么，台司机，之前下的司机，每次都我说地址就他们会说你是日本人对不对？这个是因为我的中文不标准，然后他们。不知道，我分不出来。可是，对台湾人来说，我的中文很日本腔，是吗？所以应该台湾的司机每次都很容易，坐计程车的时候，我每次都很容易认出来我是日本人。对，还有穿着吧。是吗？可是我今天像今天超级台湾人呢，有没有？就是大的 T 恤，然后短裤，是不是很台湾人？有没有？这样像日本人，哎，很是有吗？很是呀，对不对？是呀，我的印象是，哎，这样是台湾人，不是吗？我觉得你讲埃及就很台湾人啊，对对，有时候我跟日本。人聊天，然后我说我的 IG 什么什么，然后啊，私のあ、我的 IG 什么什么，然后日本的朋友说 IG 是什么？啊，对，那时候我才发现我说 IG， 在日本的话会说 Insta， 对，ザゴン、グアン。Insta， 妈有会说 Insta， 真的，我已经习惯 IG， 应该是因为思雅，我每天跟思雅、思源他们在一起的那一段时间，就是开始 TD 前。空白的时间，大家知道吗？我们有一段空白的时间。虽然马友也是台湾人，真的。那个时间，我跟思远、跟国新宇、跟思雅四个人。四个人每次都每天在一起去哪里去吃饭去我去他们的打工的他们打工的店学中文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变成台湾人了，因为真的每天跟他们聊天，而且
我说 Insta 他们听不懂，所以我 一定要说 IG， 不然他们听不懂。对，所以我变成台湾人，那时候开始变台湾人。学语言，环境真的好重要呢。对，应该是，如果跟平常学中文的话，我的中文变成啊，大石头抢。阿法，谢谢送我礼物，可爱的，很可爱，谢谢送我礼物。还有谁？如果我跟张雨林学中文的话 ，Nomi， 谢谢送我礼物。那种风，谢谢送我礼物，不要 diss 超平衡，没有 diss， 没有 diss， 大家也知道对不对？好可爱，张雨林会说好可爱。尼莫谢谢送我礼物，佳琪谢谢送我礼物，对不对？跟泰国学中文 ，June 没错。真的吗？可是泰哥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比较喜欢用日文，对，所以我应该不会讲中文。对，今天 this 对上换人了 ，OK？ 没有，可是因为思雅不太会用思雅，就是 Johnson， 比方说。日本人，还有什么时间什么时日，听说我很不确认，可是那个日语的老师说是要没有转身，所以我好像。跟思雅他们学，所以我也没有。转身有吗？可是本来日本人对日本人来说转身很难，所以对差不多的这样。红烧肉是什么？红烧肉怎么？平常不会特别卷舌讲话，是哦。是啊，每次都说肉，什么？施雅？对，施雅跟施雅对你来说都一样吧？对我来说一样。红烧牛肉面。红烧牛肉面，肉是什么？是思雅的直播有发生什么事情吗？肉红烧肉，哎什么？肉阿布牛肉面。牛肉，一肉，什么？绕口令是吗？油淋猪肉，我也没有卷什么，牛肉，牛肉面。好难哦，分不出来。这个发音不是，好难哦。大家，我
我那用特别专心，专心讲。开始。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阿布玛利亚，我是日本，来自日本的，今年二十四岁。咋讲？谢谢送我礼物，好累哦。你的小动作太多了。你在听你说话？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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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讲三句，对，很累哦。阿布桑绝产林公子，谢谢送我礼物。我今天喝，我今天喝珍珠奶茶。我喜欢五十兰的珍珠奶茶。逛逛，谢谢送我礼物。Rich 在伊朗吗？Rich 珍珠，不是珠，好难哦。ポケナカさん、明日明後日来ますか？明日レイチ見れるの楽しみ。ジャージ台湾にいるの？台湾にいるの？レイチ明日何するの？明日有表演吗？明天有表演吗？珍珠奶茶，上海有啊，有什么表演？明天有啊，没有你而已啊，是哦，对不起，真的，是哦。あさっては阿部ちゃん見に行くよ。ジャージ台湾行くのやばい。もう君は TTP オタだ。君はオタだ。なんだっけこれ。なんだっけ。スマグ。我说君はオタだ。なんだっけ。スマグ。どうしてスマグ。なんだっけ。我之前说的。めっちゃどうでも。我今天。那瑞晨，瑞晨今天来台北对不对？瑞晨，瑞子你会ってない？我没有见到瑞子。第二天，哭。林多，谢谢送我礼物。是呀，没关系，没有见到瑞子。D， 谢谢送我礼物。对，我昨天跟今天没有见到诗呀，而且所以我要林一不想见阿布。没有，跟没有，他一定想见到我。之中阿布感觉见平衡最多，好像是哦。木曜，
欸对平衡最多对最多平衡最多半丸ですか何だっけ点衡谢谢送我礼物你的名字真真真谁敢不管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吗你的名字我看了三次去电影院还有在家也有看真真真不是真真真有哭到不行对不对有蜜子涵懐かしい好想看哦 Netflix 有吗好想看哦トモ、谢谢送我礼物。直播看《君の名は》到底有没有？我看看喏。我来看看。我最近喜欢看这个。大家看过这个吗？勇者一是什么？游戏一个，游戏一个。知ってる？アイス知ってる？不知道。这个超好看的，这个超级，这个是有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涩涩的。可是很好笑，大家推荐啊，有看过，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很好看。等一下哦，我刚刚啊，对，《君の名は》。哦哦，哎，好像没有哎。没有耶，真的没有耶，哎呦，想看，啊啊啊，没事没事。我最近啊哈谢谢送我礼物我最近没有什么时间我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看连续剧可是我还是喜欢看所以呢我最近慢慢看大家知道爱上哥们吗爱上哥们这是谁知道对对对对对对阿华对对没错爱上哥们诶我念对吗我念不对哥Men BL 不是吧不是 BL 吧就是直角是女生可是假装男生然后跟男生们就是怎么说小姐我妈超爱啊真的我喜欢看我最近看这个还有还没有看完王子变青蛙
小伟哥的那个，看过吗？很久了，对，可是我觉得很好看，嗯，对，还有这个，这个我超喜欢，所以会一直看，就是要你爱上我，就是，就是要你爱上我。爱上我，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好，什么？就是好的，好的是什么？就是要你爱上爱上我，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大家说好？要你爱上我，私のこと。爱上你啊！啊，这个啊，对，就是，あなたは私のことを好きになる。日文这样说吗？郭学府，对，我喜欢郭学府。爱してくれて。啊，是。就是要你爱上我。嗯，郭学府跟炎亚纶，炎亚纶，重要。还有什么？啊，对，ジャージ先生送我礼物，为什么？你说洋洋，卡姆伊先生送我礼物，那大家知道一个。那个什么，等一下哦，我最近看到那个广告，洋洋烧锅学府啊，哦，有一点像，可是那是什么？帕鲁鲁桑，帕鲁鲁桑之前问我他是谁，然后那个他。那个照片的他就是郭学府，然后我说他是郭学府，然后他说有人跟我说，有人跟帕鲁鲁桑说他跟他很像。住得很远，等一下，我刚刚想说杨丞琳，这首歌的人，唱这首歌的人，他是杨丞琳吗？杨。我念对吗？杨千林，对，杨千林跟，但是，等一下哦，那是谁？啊，跟長澤まさみ演那个连续剧的，那个连续剧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杨千林跟，等一下哦，罗志祥不是罗志祥，那是等一下，なんていう名前だっけあれ？長澤まさみと，等一下哦，長澤まさみです。
你可以先去听，其实我没有看过那个，我在电视看到一点点，然后我想看，可是我不知道那个的名字，所以找不到，很难呢。等等我，等我一下哦，怎么查？ショコラ。等一下，ショコラ的男主角ショコラ。ショコラは。なんだっけ。有人知道吗？一个杨千嬅跟小果仁的男主角的一个连续剧，我上次等一下我这个蓝真龙。蓝真龙，蓝色的蓝，然后真好真的真，然后龙，有这个人吗？蓝真龙啊，对，蓝真龙跟这个杨千嬅的偶像剧，有人知道吗？等一下哦，怎么查？可是什么名字？我想看，然后可是不知道那个连偶像剧的名字。我昨天跑步遇到他，真的，是台北吗？前男友不是人，对，好像是哦，rank 13845。谢谢，阿华也很厉害。谢谢，永和啊，是前男友不是人，哈，抽选到了，好棒，谢谢。等一下，是呀，好，是呀没，哎，等一下，我要查一下，什么？等一下哦。前男友不是人，我想看这个，然后我想在 Netflix 查一下，前男友不是人。等一下哦，前男友不是人。没有耶。前男友不是人，没有耶，怎么办？等一下哦，可是我记起来，等我一下，我笔记一下。前男友不是人，OK，我看，我可以看了，谢谢大家，我要看那个，还有没有大家有推荐的？我上去了吗？我现在台湾
有什么吗？八点当你有兴趣了，是什么？八点当是哎，哪一个是名字？我只看过花艳少年，少年。等一下哦，不要擦。在 Netflix 可以看的比较好，大家在 Netflix 有的比较方便。教师呀，陪你看《毁容在天》。《毁容在天》是什么？毁容，毁。这是故代，故代嘛，就是之前的那种，OK， 我笔记一下，可以看台哥演的《包青天》，台哥会演戏哦，哇，我没有看过哎，等一下哦，包。我想保持你。别再叫我哥，我比较想当情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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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是这个吗？台哥在吗？在哪里？我看一下，台哥年轻的时候是哦。阿公会演戏啊，是哦，好厉害，台哥厉害。真的，诶，那是什么？诶，我还没有看过台湾的流星花园，大家喜欢吗？大家觉得我要看，去看一下吗？喜欢，看啊！几点？好看，真的？那我看一下，流。流星，你别再唱我的歌，你就像大青年花园。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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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台湾的吗？小出来很爱演的，让爱演，我有看那个 YouTuber 的流星花园，困的困，这是对吗？那里面也有杨丞琳，真的，我要看一下 My List。我上次去木曜明家明书的时候，有一个 YouTuber 团体，他们怎么念？让爱言，让
不是让很爱演很爱演那个坤大哥不是台哥给我看对啊大家一起看那时候对大家一起看超好笑的像这样那是什么像这样像这里讲的那样子可是很少女的很可爱而且那什么那个一个人的公公谢谢送我礼物那个一个人的爸爸爸爸也有演就是他的爸爸也有演就一个人的爸爸演得很我觉得很好笑还有那什么花洒瑞什么的对鸟牌的爸爸对很好笑而且那什么花爪类他也很好笑真的很好笑我不太会去看那种影片可是我觉得很好笑所以我继续看他们的东西对很好笑呢他们很好笑等一下一定忘记做运动的阿布我告诉你我昨天去运动我昨天去运动真的昨天遇到谁没有遇到人没有人说明没有人帮我说明可是真的有运动那给你看昨天的运动服这个不要真的没有人帮我说对可是真的台哥跟你一样讨厌香菜对我讨厌香菜没有如果有人说你吃我可以吃可是不喜欢これは何？这是什么？中油的中，然后鸡，北极星的鸡，然后一般奖，你们知道这个电影？哎。偶像剧吗？好像，对，羊肉的，对，这个吃到吗？这歌也很厉害哦，这是歌吗？那个超级点，是哦，因为我刚刚才炎亚纶的时候出现这个，王东。陈，很多演员，真的，这个有，很中二，哎，中二，阿基，阿不想是要把老太剧都看完吗？我觉得，我也蛮喜欢就一点的，哎，不好意思，咪前不要按那个。猫咪的叔叔也可以 up on iPad 耶，好厉害！咪酱很厉害。
待って、歌聞く。是跟这个的名字一样吗？你们说的歌是？终于。诶，是这个吗？是飞轮海，飞轮海的歌是吗？嗯，没有字是，哎，这个，这个吗？中继一棒，对。一个人浏览，大家听过这首歌吗？我第一次听那个飞轮海的歌，没有听过，哎，不是这首歌。第一次听这首歌，哎，真的，等我一下。给我你的爱，给我你的爱，这个呢？这个吗？以前很爱王东城，真的。给我你的爱，知道，羊肉的知道，这个有，哦。这个是谁唱的？是当时候很红，真的。Tank 是我的粉丝吗？我的一个粉丝叫 Tank， 不是呢，不是呢。因为歌手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是，不好意思，是飞轮海的一个人吗？还是什么？唱歌礼拜日也会去找阿富桑啊，真的？为什么阿华知道唱歌？哈哈哈哈哈！为什么真的知道唱歌吗？不骗人。special 的。这个也是那首歌，那个电影电偶像剧的歌吗？
中继一番2だって不是吧啊不是哦等一下哦蜜ちゃん蜜ちゃん等一下蜜哭蜜哭怎么了蜜ちゃん为什么突然这样子想零食太牛奶的便当吃了没有？并没有。你想，你能摸一下吗？什么月棒是什么？阿华月棒是什么？
下去。为什么你讲这样子？来。一直在这里。明显在你刚刚开播时候自己偷吃两包热巴，真的今天没。丁丁，谢谢送我公主，隔壁的小明，谢谢送我礼物。你要吃零食吗？米露库的零食。为什么他今天没有那个？我要吃的那个番茄。喵咪，是腻的啊？真的吗？腻的。跟大家说，在直播中咪成当这样子啊，张雨林，张雨林，好可爱哟，张雨林，牛奶糖有男朋友了吗？真的吗？我不知道的时候，他偷偷交完，不行，咪讲也是大家的偶像。张雨林，今天牛奶糖很奇怪，他我给他零食，可是他没有很那个感觉。Yuki 林的小粉丝好久不见，他是哪个？为什么？对，奇怪吧？江宇，你谢谢送我礼物。还有呢，等我一下哦，你的名字每次都我
婆婆念对不起。那一夜没我迷失的快乐。You 分，谢谢送我礼物。Hello， 你吃完了？牛奶先輩。牛奶さん。有你一点。你一点去哪呢？点点，谢谢送我礼物。是娃娃冰吗？娃娃冰。有粉，谢谢送我礼物。一批零的小粉丝，谢谢送我礼物。那我为了他放他的歌，一批零粉的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只有这首歌哎，这是什么歌？有人知道这首歌吗？有人知道这首歌吗？牛奶糖，他想男朋友，为什么林公子不要乱讲？他没有男朋友。牛奶糖没有男朋友。ジャージも知らないの？ジャージ不是マユユの粉丝吗？マユユキリン。这什么歌？那牛奶糖有女朋友吗？没有。牛奶糖没有恋爱经。牛奶糖是偶像，没有男朋友，对不对？如果你们知道牛奶糖有男朋友，相信吗？牛奶糖不是女生吗？对啊，女生，你们会相信，对不对？天有心，谢谢送我礼物。不相信？为什么？我有相信。不会啊，为什么？可是他没有见过其他的猫咪，所以我好想给跟为了他做机会。Yuki林的小粉丝，谢谢送我快手。你知道这首歌吗？好像大家不知道耶。其实牛奶糖半夜都跑出去约会啊，有这种很像那个什么，大家看过宠物这个电影吗？ Pet， 那是什么，主人不在的时候，宠物他们自己跑出去拿的那个。牛奶糖要被粉丝报道，不行也不要，连我也还没。伊勒发电员工すごいね。もう95万，真的，好厉害哦。啊，すごいですね。そう、もういや本当にすごい。你很想象报道吗？没有，我不想象，我永远不想象，哎，不想象，哎，不想当，也不想象。猫ドル的卒業式。
みーちゃんは永遠是我们的永远我们的偶像。待って待って待って。これの方がいい。我喜欢这首歌。有人知道吗？牛奶糖要经过阿布妈妈同意才行。对，不行，不可以偷偷偷偷出去。好听，对。对，我昨天做捷运的时候，有人跟我说，白 T， 谢谢送我礼物。小马哥，这是柏木さん的 rainy day。フレンチキス。那是什么？我刚刚说什么？啊，对，我昨天做捷运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哎，阿布，我有看你的，我模仿他好了。”哎，阿布耶，我有看你的那个一日花店员工，很好看。这样很碎，我以为是，哎我。他是我的朋友吗？哎，是吗？我见过，哎，是工作人员是吗？我见过他吗？可是结果是好像木曜的粉丝，好厉害！对，有人认识我。叭叭叭，啪叽啪叽啪叽，对，びっくりした。而且他很。很可爱，对，感谢木曜，对，真的感谢木曜，越来越多人认识阿布姐姐了，对，真的，真的感谢木曜的大家，谢谢台哥，台哥，一定是女生，对，她是女生。我要买海鲜丼。你有看海鲜？对。哇，是玛利亚耶！哎，艾斯，我知道你，你知道我。很久之前，开始你知道我。卡姆伊，谢谢送我礼物。ねあ、ルームヤがすごいね。有一个好可爱的猫咪。ルーなんかイールファーデンやんこんなすごい。猫咪。很可爱。ケーキボックスにフレンチキスあるよ。今ケーキボックスで流してる。ピン。会有出现猫咪，对，那个猫咪很可爱，我还没有破这个耶。浮気です。みーちゃんに秘密。不可以跟みーちゃん说，我偷偷跟其他猫咪一起玩。みーちゃん对不起，みーちゃん。阿布，接下来还有上什么节目？我可以说吗？不知道，可以说。可是我们去了很多节目，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我们。对。结果不是牛奶糖，是阿布跟 G
其他猫外遇，外遇，不是，不是。你可以修综艺大入门。对，啊，真的吗？对，じゃない，真的吗？真的可以。对，我去了综艺大入门。对，我有去。所以见到宪哥，到底我跟他有告白吗？没有吗？大家期待一下，综艺大热门。嗯，还有什么？对，我们对很多，对，没有，一定没有。啊！不要这样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又遇到阿布这么肉，应该没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阿布的个性有告白，一定会很撒娇。什么？撒娇？因为每次都我们去大热门的时候，我们每次都入大热门的时候，有其他女生的来宾，那种胸部很大的那种女生，所以我一直不敢跟宪哥说我喜欢宪哥，因为宪哥比较喜欢那种人，是吧？认真认真，所以害羞，所以不敢跟他说。对，我觉得我们那种穿那个制服的很可爱可爱的那种不是他的菜，我觉得，所以，对，所以对，此次我有成功吗？还是什么？什么？不是很是。就是比较性感一点的。不是，不要不要，大家不要乱。对，我刚刚不要乱说，就是很性感的女生，我。因为宪哥是很成熟的男生，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比较喜欢性感一点的女生，所以一直不敢跟他讲我喜欢他，因为就是我们不是这种类型，所以呢，我一直不敢讲。可是这次有成功告白吗？还是有没有？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样子 ，OK， 结束。性感女生觉得自己不性感的，对啊。而且我们就是我们的制服穿那样子，然后我戴蝴蝶结，哪里性感？就是怎么说，很难表现，很难表现。对，上次我们去玩全娱乐的时候，我们不是跳那个韩国团体的歌吗？然后我其实更会跳，可是不好，就是很难
阿法谢谢送我礼物，很难跳，好看，因为穿那个蓬蓬裙的那个衣服，还有穿那种鞋子就很难跳好看一点，对，所以呢，对，对，你懂意思吗？听得懂吗？又给你的小粉丝，谢谢送我礼物。对，对，就是我平常破 IG 的照片什么的，我有一次上一个节目，然后那时候穿制服嘛，对，然后后来换师服，就是自己的衣服。换自己的衣服，然后辛苦啦什么的，师傅是吗？师傅，对，我们换师傅，然后走。刚刚一起工作的，一起上节目的大家的前面走，辛苦啦什么的。那时候他们说，哎，你师傅很好看呢，哇，什么的。所以我们有可能没有，我们是我像我的话，师傅的时候有比较有不一样的感觉，应该是说这样子吧。穿制服的时候是偶像 mode， 偶像的 up， 然后穿师傅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up， 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呢，对，新的女生觉得 TTP 的新的女生觉得自己穿师傅的时候比较有新的女生的感觉，对，没错，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对。難しい、中国語難しいよ。想看对，想看。哎，日日大魔什么？谢谢送我礼物，公主。耶，谢谢送我礼物。现在都是师傅，可是今天穿的不是，今天穿的没有性感啊，就是今天是随便，对不起，今天是对，有随便一点，今天全身很性感啊，对，今天是，对。对，今天好看吗？好看吗？今天好看吗？有吗？好看，有吗？T 恤，穿 T 恤而已。好看，谢谢。佳琪，谢谢送我礼物，一直都好看，怎么样都好看，你们很棒。台湾的粉丝大家真的很優しい，いつも甘やか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下次记得要穿裤子，有穿，你看，有，有。甘やか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上演しましょう。上演しましょう。まあいいか。まあいいか。ハハハハ。
来週の土曜日に上海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上海、もう日本のファン甘やかさなくてごめんね。いや、私のファンはすごい甘やかしてくれますよ、日本のファン。でも、そうね、なんか若い子のファンは厳しそう。そんな以前クーズ不用不用我有裤子你的日文名字怎么念？我的名字是阿贝玛利亚，阿贝玛利亚です。ね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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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んだっけ、我刚刚想说什么。对，上海已经那下个礼拜要去上海哦，好快呢，好快。艾斯佩去吗？渐渐会去吗？上次泰国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人，还有胖哥，你们会去吗？下周不见，太贵了，去不了。哦，是哦，去点寒，你是住在上海是吗？我不会，对不起，没关系，没法去 QQ。ポケナカさん、上海人、ポケナカさん、会去哦。是哦。太贵了，去不了。李某，李某住在哪里呀？不住上海，但你的不忘。啊，不住上海是。行くよ。え？去不了。没关系，我们九月有很多活动，可以见到面。对，有直播可以看，期待。是哦。哦，我就在那个。哦，我知道。不会念，可是我知道，看得懂，看得懂。不会念，可是看得懂，谢谢。很远。广州，不去上海握手可以多握70张，真的这样算？那你要去试呀，握试呀，70张是吗？我们好像这次有两个时间握手的时间。上海这次。做了很多阿布的姻缘餐，很棒，谢谢你。有两部，对不对？对，9月29号，期待。蜜酱，有两个阿布，对，有两个阿布。对，两个阿布，思雅也有两个思雅，两个超低，两个平衡，对，很期待，希望好玩。嗯，因为我们也是，还有工作人员也是，刚开始 AKB 做 AKB， 所以还没有到那么跟日本 AKB。那么顺利，可是，对，慢慢来。幸好大家人很好，我们的粉丝大家人很好，所以呢，每次都很开心，所以，对，期待下次的活动 ，mini concert 跟握手会。
点多了。那我要去，我要离开直播。离开直播不是结束直播了，芝芝，因为我工作，所以我没有星期日没有开直播。下次应该是星期二，嗯，忘记了。大家可以来看，再来看我直播，星期二应该是。那有些人后天见，星期日见，其他人在 run live 等我哦。好，还有大家期待一下其他的节目或是的，对，嗯，那大家谢谢大家来看我直播，下次见，拜拜。辛苦了，没有辛苦，不会辛苦。你我谢谢送礼物，拜拜。